Change is a global challenge that concerns the common future of humanity. Here, we gather together to contribute, address climate change, promoting our planet. 接下来的舞台，我们将会继续邀请的是 IOWGCA 东北亚世界总部支援议长郝伟光登台致辞。 Next, I will invite IOWGCA Northeast Asian World Headquarters Post Chairman 郝伟光 to deliver speech. 有请。 绿色发展经验，通过国际组织引进国际标准、绿色认证等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，促进我国城乡绿色发展。推进我国城乡绿色发展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将继续积极支持履行其绿色使命。
在更加坚定的步伐推进城乡绿色发展，希望全社会各界人士都能积极参与城乡绿色发展工作，只有大家齐心协力，才能共同创建一个美好、宜居、可持续发展的城乡环境。让我们携手共建，为推进我国城乡绿色发展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。在本次大会，祝本次大会圆满结束，圆满成功，祝各位同仁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再次的感谢王伟光院长给我们带来的热情的致辞。朋友们，I O W